Blackpink、Jennie 和防弹少年团 V 两位顶流偶像的恋爱传闻是在最近闹得沸沸扬扬。一天前，两人疑似被目击同游济州岛后，近日又有两人合照陆续曝光，但双方公司始终是未对照片做出回应，反而是有知情人士出面爆料是 Jennie 的云端照片遭骇客侵入，有传骇客目前正私自大开口要威胁双方经纪公司，甚至还嚣张放话会继续上传两人的照片，让好多人都好担心 Jennie 的状况。而目前正在纽约跟着成员一起跑行程的她，近日就被粉丝拍到从饭店步出。影片中可以看到 Jennie 穿着鹅黄色短版上衣，在见到大批歌迷热情的欢迎后，马上露出甜美笑容，亲切的和粉丝打打招呼，看起来心情并未受到太大影响，而且身边也有激素陪伴，才让歌迷大松一口气。Thank you.